欢迎回来全境封锁二，大家好，我是老师。今天我们来一个测试武器和天赋，那就是冰冷关系和完美亚历史兰。简单来说，只要大家的暴击几率非常高，那这个完美亚历史兰就能带出最高的伤害啦。如果大家想回忆和参考以高红无黄的打法，可以在右上角点一点去看一看吧。简介来说，这一次的配装比较注重的红属性就是暴击几率、暴击伤害、爆头伤害和武器伤害。下个装备天赋，如果大家喜欢多人模式也能带出伤害的，这两个装备天赋是不错用的，那就是同伴和掩体掩护。这一次的装备品牌就是三件天命防御公司和三件索科罗夫企业就行了。好，其他的数据和详细大家都可以自己拿来参考一下吧。最重要的实战中是如何呢？我们出发看表演吧， Let's go。Agent incapacitated. Serious trauma detected.
Airborne toxins at unsafe levels. Filters failing. Air filter function restored. Air quality acceptable. Agent now. Vital signs critical. Airborne toxins at unsafe levels. Agent incapacitated. An agent needed assistance. Air filter function restored. Air quality acceptable. Serious trauma detected.好，表演已经是结束了。喜欢这一次的测试和配装，以冲锋枪的玩法、冰冷关系和完美亚历史兰，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谢谢大家的收看，请。